现在从那个 party 走出来了，直接可以走到海边这儿。刚才在上面看的就是这样。这是 Marbella 这些房子，白的再加上蓝的，有点像那个希腊一样。波罗湾的很长，可以直接走下去。波波还可以，就是比较吵了。这小狗多可爱。这 restaurant 的生意都挺好的。这儿卖假货的还挺多的。那边就是它的 Marina 了。你看就没多少浪就小了。今天这云也特漂亮。在海边走走，可以走到这个地方。马贝勒这儿出名的是，它这里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山泉，直接汇到这海里头。我眼前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山泉的泉眼，今天看的不是清楚，你看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地方，这是。fresh water， 直接流到海里的地方。这啤酒很便宜，这么大一个 pint 才3欧。从这儿出去就可以到它的那个 marina 了。下面就是停船的地方。
就不走过去了，那边就是行船的 a restaurant。 在我后面就是这儿的灯塔，这就是沿着海岸线上的房子。他们这 boardwalk 修的也很舒服，而且这个时候在他这个地方，在树荫下一点都不热。这树修的挺好看的。他这吃了12欧，15到15欧之间。A real dinner。Yeah, 在 Marbella 的一个水边的公园。它有那个护堤，你看这边这个水就很静，外面就是大海了。Marbella 的特色，你看就在这个，它这个在海边上就有这么高的山，而且这山很高的，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山泉。这些楼的阳台设计都挺好的。看一下它这个 real estate 的价钱，这个有 balcony 的，但是没有 sea view， 就是有山的 view， 是27万欧。然后它每个月的 charge 也很低，只有70欧，所以不贵。这就是它的居民区里头。这居民区这房子设计都挺好的，有点穆斯林的这个的样子。在这山上骑车可不容易，都是上坡的。他们这个街道都特别的干净，而且都是这种花岗岩的吧，各个地方修这个 sidewalk 都不一样。现在我们正在往那个 old town 方向走。哇，这么多小孩穿的这么，那小孩穿的多体面。